把王子请上来。你啥呀？妃，你看看你自己，还有一点王子的样子。 各位王者荣耀的峡谷召唤师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王者荣耀品牌代言人易烊千玺。云中墨地是一个充满着未知、神秘与希望的世界。云中赛年讲述了几个勇敢的年轻人在满是迷雾与困难的路途上追逐真知冒险的故事。墨地很大，天空有阴霾，但总有一天，墨地上的雾会被我们拨开。2022年，我将与王者荣耀一起。 用声音的多种形式，为大家慢慢揭开云中的神秘面纱。跟我一起开启一场云中冒险吧。